早安先生，早安呆呆，你好吗？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 Alice Gomalazari， 我今年42岁，我的身高153公分，我的体重73公斤，我结婚了，我的老公做神农部，我有三个孩子。我的信仰会教，我的学历高中毕业，我没有兄弟姐妹，我以前在台湾工作4年，做是照顾老人、照顾病人，我在印尼西爪哇来的，我想要去香港工作，因为我要赚钱帮助家庭。我知道在香港工作很辛苦，我会不理好工作，我不可以接粗柔，但是我可以摸肯出粗柔。我很怕高，谢谢老板，谢谢先生，谢谢呆呆，这我介绍完了。